们的像有点高铁快迟到了。对呀、啊，真的真的。今天就要走，现在就要走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要走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就要走了。对，我们还要换那个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入座这样。我们很想要陪你们，但是我们真的高铁快迟到了。我看你在参加金鱼奖。特别上来走红毯，然后待会半小时后的高铁要下南部。啊！啊！因为原本就有排定工作，最近是有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到台中了。是你朋友帮你打扮的吗？帮我们三个打扮的。哦，不是你女朋友。女朋友有跟你说什么打气的话吗？没有，就很平常。对，因为其实。我们的像有点高铁快迟到了。对呀、啊，真的真的。今天就要走，今天就要走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要走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就要走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还要换那个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入座这样。我们很想要陪你们，但是我们真的高铁快迟到了。好、啊。